谁令我今天开始并不想讲话，暗里我独自在想你。哇，正斗货，我想饮拉拉牙。刁难啊，班大陆呢两日嚟香港做世纪，唔怪得咁神憎鬼厌。Abraham 细佬，告白。香港有间华南牛奶公司，系由条唔捻识字嘅寡母婆两年打识嘅。佢向对面海牛屎湾西村，即系依家斧山公园咁上下，养咗50只成撇碎一只嘅牛牛，日日叉拉拉，攞去淘瓜环探公道门牌101号鼠消毒，再入樽用单车运去卖银纸。中华民国44年7月5号，礼拜二，掉你老母臭花系大吉利是，该会收到封禁嘅嘅嘢。经睇者，本队人马经贵境稍留，经济困厄，请借咸笼两撇水，素养贵公之义气，行勿推却。否则将牛房爆炸。限于中华民国44年7月9号礼拜六朝头早10点攞银纸嚟筲箕湾柴湾道，见有果间专霸住公家祠塔嘅耶稣教海星圣堂，有报纸为旗，若向本党反抗报警，杀捻死你冚家。最后梁莲小姐报马打了塌咗3斗大陆呢台山佬吴秋文黄文雄啦幻宇雄判坐40年再攀返大陆。中华民国48年10月5号礼拜二朝斗倒米火机梁文拆架单车送三箱拉拉吊佢老母向斧山道直铲落山先车低条茂里。再撞爆条女王娇嘅头骨送佢归西人地老公与德告上法庭要华南牛奶公司巨额赔偿做埋都唔够赔啦老板梁莲执捻咗间嘢搵好似我 Abraham 咁嘅男人拉佢掉喺窿好过啦。